紧邻天府新区的成都第二机场将于今年12月动工，2017年投入使用。每天深夜听雷雨，好，每天深夜听雷雨。三天前，在深圳的一家小小的加油站里上演了一幕全武行。三四名穿着制服的警察对着一名红衣男子又是锁喉又是拳脚相向。不过如此火爆的场面可不是什么抓捕现场，而是一辆警车为了加油插队之后所发生的摩擦事件，并且打架的双方都是警察。只见其中一方吼道说一点面子都不给，而另外一方则马上回敬道，你也是麻生的，我也是麻生的，你骂我干什么？你警察就了不起吗？一点面子都不给，我跟你说，我也是派出所的，你是麻生的，我也是麻生的，你骂我干什么？警察了不起啊？警察追打嫌疑犯，这不是新闻，可警察打骂警察，这就是新闻了。据深圳卫视报道，1月7号下午，在深圳观澜某个加油站里，一辆面包车正排队等着加油，可突然间，一辆警车开进了加油站，斜插在面包车前面，准备插队加油。面包车上的车主下车来与警车上穿制服的警察们争论了起来，随即便升级成了动手打人。根据目击者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两三名警察用胳膊锁住了这名红衣男子的脖子。打人啊！打人啊！打了还没完，坐在警车驾驶座上那位民警开始教训起面包车上的人。一点面子都不给，一点面子都不给，你妈的，什么面子不给啊？就你那个兄弟是怎么样的？不过一点面子都不给的还只是这出暴力打戏的上半段。这时候从面包车上下来了一名挂着工作牌的便衣警察，他上前劝架。大家喉咙，我叫你不要吵，劝架了。我说我们留不锁的，我怎么又没表明身份呢？我们留不锁的，我怎么又没表明身份呢？这一下穿制服的一方傻眼了，原来自己动手打的人也是警察，也是派出所里的人，这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骂我啊！我们说，你也是麻生的，我也是麻生的，你骂我干什么？你警察了不起是？你是麻生的，我也是麻生的，你凭什么插队打人还骂我呢？这会儿穿制服的警察们嚣张不起来了，而事后双方竟在表明身份之后再一次扭打了起来。排队加油，这是最基本的社会礼仪，你一个警察就可以利用职权嚣张跋扈？而目前对于整个事件，深圳警方也还没有正式回应，只说当时穿警服的一方的松原派出所民警急着去执行任务，在加油站与其他派出所的人员发生了误会，上级正在调查处理。哦，紧急执行任务，紧急执行任务还会出现缺油，紧急执行任务还有空停下来打架？这一事件的发生不仅仅拷问了当事警察的个人素质，同时更拷问了当地执法部门在平时对于干部管理方面究竟做了多少工作。小事件折射出大问题，还是送上一首打油诗：当街互殴是警察，等同地痞真掉价，自毁形象全不顾，素质太差该重罚。